人类登月最主要的是文明进程的需要，不管是人类还是地球上诞生了什么其他的智慧体，科学技术进步到了一定阶段都要走向星际空间。至少在目前我们所认知的世界，文明可能产生的星球一般是在行星上，而行星资源相对是较少的，这些资源只能容纳较低级文明的使用。一个文明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，必然寻求开发星际空间，来获取更多的资源和能源，同时开辟更大更好的生存活动空间。根据卡尔达肖夫宇宙文明等级理论，宇宙文明等级分为行星级文明、恒星级文明和星系级文明。这就说明了任何文明发展都需要走向星际空间。这或许就是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吧。人类也一样，经过几千年的文明发展，尤其是近几百年的科学发展，人类有了长足的进步。一些科学家开始用深邃的目光观察宇宙，高瞻远瞩地谋划着人类未来的生存空间。人类要走向星际空间，登上月球是一个前站，是人类走向深空的必由之路。月球是地球的天然卫星，也是距离地球最近的一个地外天体。当人类有了太空航行的能力时，必然会第一站在月球上开始。难道家门口的都没弄清，就好高骛远的到更远的星球去，这符合逻辑吗？在月球登陆至少可以起到几个重要作用。一是练兵，能够使人类适应月球内地外天体的环境和生存方式。二是弄清家门口天体的状况，以便更好的为人类所用。三是把月球当作一个跳板，建立星际远航的基地。美国在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进行了载人登月任务，先后6批次12位宇航员登上了月球进行考察。去年底，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又签署了命令，启动了重返月球任务计划，决定在2020年再次实现载人登月。这次从月球背面登陆，美国 NASA 组织的这次登陆月球，除了考察月亮背面，更重要的是为2033年左右载人登陆火星计划做演练。NASA 宣布将在月球轨道载人飞行一年以上，就是模拟前往火星的征途情况，演练解决各种情况发生的应对策略，还要在月球上建设所谓星空之门，就是航天基地，使月球成为今后星际远航的中间站或发射点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